我做这个三菱皮卡这个群，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驾彩灯啊，所以我创办了这个群，是为了让大家有共同的平台，可以互相分享那些经验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啊，来自不同的地方。我为什么喜欢叫 Trident Mishimishi Trident？ 其实一个理由很简单，就是 Trident 当我驾它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完全没有压力。我本身Trident 是第二部车，所以我现在第一部车我也不驾了，我驾第二部车，因为我超喜欢 Mishimishi Trident。买过的车，我从以前旧款加到新款，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啦。这辆车 so far 没有给我出过任何的问题，从旧款到新款到现在都没有问题啦。所以这是因为我选择 Mitsubishi Triton 的原因啦。我可以说它是一辆很耐操的车啊，很棒的 like， 这辆真的是不错，没得顶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ex， 来自罗佛州普莱，这里就是我的小小的办公室。今天不是介绍我的办公室的地方，今天我介绍一个我最喜欢的东西啦。带你们去看外面，镜头应该是不需要看太多我了哈。我带你看我一个最喜欢的东西。Okay. 今天不是介绍 office， 今天介绍的是我喜欢的车，什么车呢？来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Mitsubishi Motor， OK， 为什么我会选择 Mitsubishi Motor 呢？我驾到它，油力省油，跟它的车桨是 very 的棒， OK， 很方便， touch game， touch， 它就开了，看到吗？方便吗？开，你看它里面融合了年轻人的驾法， OK， OK， 选择 Mitsubishi Motor 是最棒的。我是阿迪，我来自砂劳越，我本身开这部 Triton 接近有4年的时间。那会选择 Triton 的原因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矮车，比较喜欢这种高高大大啊，比较粗鲁一点的车，所以在选车的时候，我觉得 Triton 是在当中表现得相当的比较稳，然后比较有力，驾起来是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了 Triton。 然后 Triton 在工作啊、娱乐啊都可以发挥得不错，偶尔可以玩一下烧胎啊，玩一点点的漂移 啊，去越野什么都很方便。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越野，所以我就会开着我的 Triton 去越野，去森林里面啊露营啊。那在进到森林里面过夜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我的车后面，就是车斗那边啊，打开一个小帐篷，就在那里过夜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来自巴汉德摩洛。我本身是一个从事脚车行业的人。从以前我驾小车呢，就是要找皮卡来载货啦，载一些脚车啊，或者陪一些脚车的朋友啊去 off road， 牌子，最必要的牌子里面。我左选右选这样，大概每一个牌子我都有去试过车。到最后我还是选择这个 Mitsubishi Triton 包括我 Family Day 啊，去哪里哪里全部都是靠这辆车咯，它给我的表现是相当不错啦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Darren 达人，我来自罗佛州 Skudai， 我住 Skudai。 OK， 我驾 Triton 已经有5年了，差不多5年了，这也是我第一辆的 4x4 越野车。
我有一个梦想啊，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驾着我的摩托车，一路从 JB 到西藏，中国西藏，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梦想。没有看到那个西藏的贴纸，我已经贴上了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上它，驾着它到西藏去，这是我最大的梦想。来，谢谢大家。我叫段新，我来自 KL， 我好高兴今日影个 video， 分享我个人嘅感想。我系从事呢个 salesman 嘅行业嘅，我需要每一日都要揸我嘅车去拜访我嘅客仔嘅，而且仲系每一日都要揸大概100 km 到300 km 嘅。当时我会点解会选择一台手压车呢，系因为我覺得佢嘅維修費咧會比較平啲，而且客揸起嚟會比較慳油啲。我呢趟車咧一桶油而家咧係大概係一台行到700 km 嘅，而且咧我揸咗咁耐以嚟咧就冇咩整到好大整啦，就普通嘅個 servicing 仲有啲少少 part 嘅維修嘅啫。我都有去過 showroom 試揸嗰台車，當時嗰時候我會覺得呢台車咧俾到我一個很好好嘅 handling， 仲有佢嘅性能都好強。仲有咧，佢嘅維修費都唔會講好貴，最主要嘅就係佢價錢都好吸引我，所以當時候我覺得佢好多方面都符合到我要求，我就買咗呢台車咯。最後好多謝你哋睇我呢個 video， 我都希望你哋會選擇戴燈，我都會一路咁樣選擇我呢個戴燈嘅，就係咁樣啦，拜拜。